打开微信，扫码进群，与车友大 V 开启热聊。我叫小丽，我老公三个月之前就答应给我买车了，结果每次去看车，他都能挑出一堆毛病来，我也说不过他，只能带着他接着逛了。那这个还是红色的，我们看看这车。大家好，我叫李伟龙，三个月前因为喝酒晚回家，不得不答应媳妇儿给他买个车。不过好在我有丰富的汽车知识，多多少少都能挑出一些毛病来，让他买不成。所以这回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。我叫张大川，通过这三个月的努力，金牌销售对我来说已经是十拿九稳了。所以，只要今天我再卖出一台，金牌销售这事儿可以说就是非我莫属了。二位，看车是吗？啊，对，看个车。这是什么车呀？啊，这是我们全新换代的雷凌，这个车最近销量特别的好。老公，这个真好看。啊，您眼光真好。有时候也不行。什么玩意儿？这。那个，你们这车多少钱？啊，这个车性价比特别高，现在只需要150,800。才150,000，能好到哪儿去啊？一点挑战都没有。这个我们其实不是很看重钱，对吧？我们还是看重这个品质，对不对？品质很重要，对吧？你说现在这个车基本都是 LED 大灯，我们要开一个不是的，多没有面子，是不是？得是 LED 灯的。所以说，我们要不就还是看看其他的。不，先生您别急，我们这款车呢，就是 LED 灯。啊，我看一下。行不行，老公？我觉得可以。行是行啊，但是你们这个车是不是只有顶配？咱们要看其他配置，性价比高一点，那岂不是选择余地很小？也是。这一点呢，我们已经提前想好了，所以我们全系都是 LED 灯。全系 LED 灯。那我们就仔细看看。看看。这边。这车没有无照进入。太不方便了，对不对？那是。这你说大冬天的，你还得掏包，还找钥匙，太麻烦了。先生，有些时候您不妨换个角度想问题，您可以试试用右手。但是我更喜欢用左手，对不对？我习惯用右手，我没问题。不是你不是左撇子吗？我是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对呀，我过来看看别的那个什么。不是多两吗？那个是什么意思？是 hybrid 是什么意思呀？就这个 hybrid 是我们最先进的技术，油电混合，节能环保。油电混合挺好的。好吗？这个虽然看着好，但是你用不一定好啊。这个电池跟电机要是坏了，这修起来得多少钱？是不是？咱开得起不一定修得起啊。先生，现在买车我们就送8年20万公里的质保，如果您还不放心呢，我们还免费提供不限年限、不限里程的电池延保保障。老公，这多放心，多好啊！好什么好啊？他们这种油电混合动力车，电池都是放在后备箱里的啊，所以说这个后备箱打开之后，你看这空间是不是小得可怜？老公，我觉得它挺大的。这个大，它也掩盖不了这个电池在下面的事实。你打，还有工具呢。这个工具下面啊，它就是备胎了。所以你们这是个汽油车？啊，不，我们是油电混合动力的。电池呢？在车里。我来看看。走。这个屏，这也太大了吧？先生，咱们现在体验的这款呢是科技版，是采用的12.1英寸的屏幕。我们还有一个顶配的尊享版，它上面采用的是9英寸的屏幕，比这个小一点呢，但是更精致一些。这大的总比小的好吧？不是，这不是大小的事儿。你看它这个清晰度，而且这没什么功能啊。不，您看，我们上面有这个语音控制啊、导航以及这个百度的 Car Life。他们的功能还是比较齐全的。齐全什么呀？你这连个这个手机互联你都没有啊，你怎么就齐全了？上面有一个看到了吗？就在这里，去驾归 link， 它可以跟您的手机实时连接，您就可以把手机投屏到这个上面，然后去看微信、看地图、听音乐、导航都没问题了。我看这功能就挺
挺丰富的。这丰富什么？咱们开车那要看路，对不对？那就不能看屏。你目视前方，它就是多大屏，有什么功能，那也没有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当您目视前方的时候，您看我前面有一个抬头显示屏，它上面会有关于您的车速、转速以及档位之类的一切的信息。它和我们下面这个十英寸的行车电脑显示屏，还有这个12.1英寸的屏幕呢，都是三屏联动的。这我觉得不错呀，老公。这什么叫三屏联动呢？这功能怎没觉得有什么丰富的呀？哎，功能其实还是很丰富的。不信你看啊，我们这儿有这个电子手刹、自动驻车、自动空调、自动大灯、自动远光灯，非常适合女性驾驶员驾驶，操作简单又安全。多好呀，老公，这多方便呀！不，等，你这么矫情的一个人，不是，你这么讲究的一个人啊，你不能看他这些表面的东西，你要看这个啊细节，对吧？你看做工，你看，你别看了，这是软，那个这个车架、车窗。车窗，你看到没有？它只有这个主驾一侧有这个标准，这说明它只有主驾这边是一键升降的。你要开车，我坐这儿，你坐那儿，你升个窗还得手一直摁着，你不烦吗？对不对，先生？您可以尝试一下。我老公升上来了，他就是升上来了，后排升不上来啊，他顶多也就是前排一键升降。你看后排也升上来了。咱上后排看看去。老公，我觉得这后排空间可以啊，你看我这长腿，是吧？放这没问题。不是，它这个空间是可以，但是这个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？我们把电池放在了后排座椅的下面。哦，所以说这是个电褥子。您说笑了，这个设计虽然比不上那种纯汽油车那么的舒适，但是。我看二位的，你往哪看呢？二位的身材非常的健康，所以坐在这样的地方应该不影响，不影响。怎么就不影？不是，是不影响你，对吧？但是你也不坐这儿，那都是你妈、你爸坐，你妈的。我妈胖吗？她是不胖啊，对吧？但是她热呀，对不对？你在这儿没有后排出风口，对不对？这太热了。是不是这能像话吗？我们所以别着急，您现在体验的呢是科技版，后排的确是没有出风口，但是我们这边有一款试驾的顶配尊享版，后排不但有出风口，还是全真皮座椅，您要不要试驾一下？试试就试试。哎，先生，如果准备好了的话，咱们就可以开始试驾了。准备好了，走吧。我是准备好了，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车并没有准备好。怎么了？你这个车原来不是电子挡杆吗？这现在怎么变成机械了？是我们之前是电子挡杆，现在换成机械挡杆，还把原先的那个 S 档换成了现在有动能回收的 B 档，这样让您的操作更加的直接。哎呀，这不挺方便的吗？你先开开试试。什么？这科技感一下就下来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么时尚、这么潮流的人士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是很难受啊。挡杆这方面确实看起来好像科技感是下降了，但是我们驾驶起来科技感是一点都没有下降的，毕竟我们是一个油电混合动力车。你先试试，老公开一个。我是什么玩意？我没有开过油电混合动力吗？我不知道吗？对不对？你这个车说白了不就是一个1.8升阿特金森循环的发动机，98马力，142牛米，还有一个53千瓦、163牛米的电动机，总共加一块不也就是122马力吗？是。再用一个 eCVT 的变速箱，虽然说这个油电切换的比较顺畅，低速啊是比较安静、比较这个平稳的，但是急加速这个动力也是很一般啊。这款车我们主打的并不是动力啊、我们主要的是这个节能环保以及高科技感。这什么叫高科技？哪有高科技啊？哦，我们这个有自适应巡航。自适应巡航谁没有啊？对吧？现在讲的都是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，你们丰田连凯美瑞都不是，你就别说雷凌了。我们新款确实是加入了这个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。加入了，是的，加入了就是很好啊。但是人家现在讲究的是这个辅助驾驶，光有这个自适应巡航就没有什么用，对不对？您说的太对了，所以我们有了这个车道保持系统。这个有车道保持啊？对，已经是这个准 L2 级别的辅助。
助驾驶了啊，准二是吧？哎，对对对，没错。看看人家这车多适合我开呀！啊，女士您说的对啊，这辆车非常适合女性驾驶员，尤其是这个转向系统，力度适中，手感匀称。相信先生您这么专业，您应该已经感受到了啊啊啊！对，试出来了，试出来了，这确实是这个比较匀称。但是我也试出这个车的悬架有一些的问题。啊，你没有感受到吗？悬架怎么了？尤其是后排，你不觉得又尖又硬吗？哎，这个车的后悬架用的是扭力梁的悬架，那扭力梁能有多连杆舒服吗？扭力梁是非独立悬架，对对对不对？你说它是不是没有这个多连杆更好？您说的太多，您太专业，那必须的，扭力梁绝对没有多连杆来的舒服。我一上车我就感受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新款就改成了多连杆的悬架。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是吗？是的，啊，你可以再感受一下。我这感觉它是这个后悬架呀，对吧？我坐前排，它肯定是这个感觉有一些误差的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二位试驾感觉如何？我觉得吧，满意满意。哎呦，我老公平时这么挑剔一个人。对这辆车一点毛病没挑出来，是不是？是是，嗯，那咱们就定了。定了，就是他，没问题。定了，定了啊，定子，哎呦，我忘带卡了。哎呀，你说你实在不好意思。平时就跟你说细心一点，天天粗心大意的。我真是这赖我赖我啊！还好啊，咱要不。我细心，你看看啊，我从咱家那猫砂盆底下翻出什么来了？您家这个储物空间很别致、啊。这个密码我有点这个。密码啊？我生日记得吧？记起来了，记起来了。生日不能忘。那咱们就去财务室把钱交。结账，结啊，走，结，哈哈，交啊，刷。先生，您输下密码。这是密码对吧？是密码，那忘不了。你看看，密码错了。我生日，不能，这不能错。你看着我说，咱再来一遍啊，再来一遍。你看看，这能错吗？这你生日啊。我来，你来，我早改了，那能不行吗？哎，这怎么，老公卡锁了？哟，卡锁了，这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！你要不咱改天再说啊？先生啊，我们这儿还提供分期贷款，要不然您试试啊？能贷款，贷款多好啊！就贷款了啊，贷款。我是李伟龙，虽然这一次的问题比较棘手，销售巧舌如簧，媳妇儿也是铁了心要买，车又挑不出什么毛病，但是我成功阻止了媳妇儿买下那台雷凌，因为我深知她更喜欢白色。来，把这个拿上。哎，喜提新车啊，高兴一点，我给你拍个照啊。哎，笑一笑，